者许世颖综合报道。影后林嘉欣在新片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饰演变态杀手阮经天的妻子，因手术成为省税多年的植物人，是片中破案关键。她说和阮经天对戏时感受到恐惧与压迫感，因为丈夫一边在病床上帮妻子擦身体，一边却在耳边诉说着自己杀人的详细情节，这种感觉实在不好受。为了演好植物人，林嘉欣特地和医生朋友请益，在片中加入突然抽筋之类的反应及小细节，更发现睡美人内心戏相当多，一点都不好当。一场阮经天和邓超谈判，一边帮林嘉欣做脚底按摩的戏，因阮经天入戏太深，越按越大力，演植物人的他又无法动弹，忍得好辛苦。小天把所有对对方的敌意全力集中在脚底按摩上了，我可是憋得特别认真。电影1月12日在台上映。林嘉欣夏在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饰演阮经天妻子，因手术失败变成植物人。华映提供林嘉欣在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诠释植物人。华映提供。